呢份文件星期一要用，星期六日你同我死掂佢。一个打工仔身上有大量嘅怨气同埋负能量系好合理嘅。最近有一个漫画 page 叫做《一百亿负能量战士》，版主阿开将《龙珠》二次创作，讲中晒打工仔嘅心声啊！即系负能量呢三个字，我谂起1992年嘅一套《龙珠》嘅长版啊，就系一百亿能量战士啊，加个负字就可以系一件几有趣嘅事，就识咗落去咁样。即是將啲奸角變做老闆啊，將啲打工仔變做一個戰士啊，咁原來有好多位置都套到落去都幾得意喎。其實七粒龍珠即係喺漫畫裏面就可以實現到好多願望啦。原來六合彩咁啱都係有七粒珠搞出嚟喎。当中有一幅漫画情节源自佢一位战士朋友，佢每一日都会喺收工之前咧出个 status， 就系话拍台起身收工。我认为好过屈喺心里面，同自己讲话哦，我要积极面对啊，用个正能量嘅方法去面对。画啲咁嘅图，你唔怕老板对号入座咩？我喺度出现嘅话，就代表我系冇咁嘅问题。是你上司那边将那条底线越踩越入，个人是越来越放负，反而怪回你转头说你令到公司那个气氛很差，很不团结。升职加薪出发，其实老细是不想的时候是什么都改变不了，他的意志很坚定，是没有的，那就好了。哇，我第一个人就走出公司門口，我覺得很大壓力，其他同事是會望住，咦，你走啊，你咁早走啊，好好唔舒服的感覺咯。